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系 Linda 老师。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、是，都系讲呼吸吓、啊。不过咧，喺未讲之前咧，我想同大家听一听有一个同学嘅录音吓，用唱歌录音。听嘅时候特别留意佢嘅唞气声。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。山谷的风，它陪着我哭泣。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，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。我酿的酒喝不醉我。好啦，啊，听住咁多先吓。大家有冇聽到佢嘅呼吸聲啊？即係長長咁嚇。我可以同大家講咧，呼吸咧有三部曲，三部曲。第一嘅好容易唱嘅，好容易唱咧就好似甜蜜蜜咁啦嚇。甜蜜蜜係三個字啫嚇。我就哼出嚟啦，我就唔唱個字嚇，我費事會影響到嚇。呢啲咁容易唱嘅嚇，你就唔好，尤其是第一句，尤其是第一句你就唔好，就唔好咁樣做啦嚇，慢慢流入飽嘅飽滿嘅，嗱，我哋要一齊練，搞掂咗呢個容易唱嘅句子。那個氣是怎樣 handle， 不要扯入來，而是它自動流入，自動流入。我們唱幾個都是甜蜜蜜， OK？ 自動流入，沒有聲的，完全入來的空氣是很自然的，啊，出了的氣自動流入去，出了的氣自動流入去。我要你哋一啲聲都冇，我哋不斷咁樣唱甜蜜蜜，唱幾次嚇，簡單嘅句子，呢個係呼吸嘅第一部曲，即係話。怎樣去處理簡單的句子 的吸氣，腹式呼吸，冇聲的。再來多次下，全部我不要聽到，啊，那些聲，那些都不要聽到，出了去，自己很舒服的留回來，出了去，很舒服的留回來，再試多次。而家擺字入去，一啲呼吸聲都唔要聽到嚇，啊。我唔要聽到嘅意思唔係要你哋刪埋曬所有嘅嚇，刪埋曬所有嘅唔係啊，係好自然出自然入，自然出自然入。OK， 你哋流翻入去嘅依然都係流到去肺嘅底部嚇，嗰個肺嘅底部嚇，啊，完全唔係話。呢度入，呢度出，呢入呢出，唔係啊，唔係用空肺啊，記住啦，啊，我第一同至到第八集咧講得好清楚啦，深呼吸，一落好自然嘅，一落就要落到去腰腹，空氣一流翻就要入去腰腹嚇，然之後咧就維持住呢一個嘅唔好鬆唔好縮，呢啲 basic 嘅嘢一定要做翻，你一出聲就要做翻。如果你不出聲的就當然是鬆的沒所謂，當你一唱你就要頂住， OK， 空氣流回入去腰腹的位置，膨脹的，
擺字入去 ，OK？ 而家大家一齊試下，一二三，甜蜜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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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哋吸氣嘅時候，我唔理你用係口啊，定係鼻，定係一齊嚇，都係冇聲嘅。都是冇聲，是佢自己找地方留翻入去，自己揾揾你一唱一入，一唱一入嚇，咁係好自然嘅嚇。好啦，再試過最後一次嚇，腹式呼吸，唔要有聽到有吸氣聲 ，OK？ 一二三，甜蜜蜜，甜蜜。好啦，这个呢就是对付一些很简单很短的句子 的自动流入的吸气方式，这个是第一部曲。下一集呢我就会讲埋第二和第三部曲啦。今天的时间是这么多，是这样先啦，拜拜。